去年靠着《浪姐三》再度翻红，工作可以说是满翻天。而今年也是他出道20周年，12日他现身记者会，宣布要展开全新巡演之外，瘦到不行的身材完全让人看惊呆了。比我的年纪再低一点，好瘦哦，或是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吧。没关系啊，大家都查到，没有在挣扎这块了。不过大家也别担心，心灵说他该吃都有吃，该运动也都有动。至于大家好好奇的嘉宾问题，他只给出这样的答案：女生就这样一位了，还是很多位。两天，你说呢？两位。王阿磊就报名说他想。他说他的梦想就是来或是 Twins 阿娇阿傻的演唱会当特别嘉宾，他到昨天都还在我们群组这样说。对，他就拉着景言，然后我跟他叫他傻，然后都没有回。哪一个蓝先生？我远在眼前等你的男主角吗？生活有没有全糖啊？生活全是忙碌，我真的现在都是在工作了，景象不一样。感情是什么？对，是啊，我有很多异性朋友，我好多异性好朋友。那是什么样的在我心里？谢谢。啊，问你吧，演唱会来的那个。我不知道哎，我的朋友们应该都会来吧。对于感情问题，他真的是非常低调耶。Bye.